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017页，1017页，从倒数第二行看起，当中不可称智者，为佛之智慧众多无量啊，而称说不能见，故名不可称智。这段我们借助这会议书里头说的给我们解释佛果地上五种智慧，这五种智慧凡夫普遍的都怀疑没有法子能解释，就造成疑虑不能相信，这个对于往生产生障碍如果虽是疑，但是相信西方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只是对他的智慧有怀疑，其他的没有怀疑，这个人能往生，生边地生边地遗尘那必须在一般讲是500年，人间500年，他这个疑虑放下了，不再怀疑了，才能入品花开见佛如果有怀疑花不开不能够见佛，不能够闻法障碍在这个地方。在极乐世界不见佛不闻法那就很苦到极乐世界天天盼望着，这个愿望不能圆满，不能成就他除这个其他的没有苦处，只有这个感到很痛苦这个地方讲到不可称，不可称数，就是佛的智慧说不尽的，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就众多无量的称数不能尽，这叫不可称之。那么念佛往生为不可称之所称，这智慧都起作用不可思议，这个不思议之是念佛往生呢，为佛之所见，这个之是不可思议之所见，建立极乐世界。
为不思议之所立，建立。这第三句说的，不可称之，为不可称之所称。你看，所见、所立、所成，所以对如来的智慧，我们反复业障深重，唯有两心这就对了。到我们烦恼轻了，业障消得差不多了，这个真相自然逐渐逐渐的明朗了，我们就不怀疑了。实际上五种智都是自己自心本具的这个学大乘的人要知道，凡是说佛都是说自己的本性，本性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功德，无量相好都是说不尽的佛证得了，怎么证得呢？烦恼断尽的，业障也消尽的。他用什么方法消的？就用一句名号。我们这一句名号为什么消不了？名号信心里头夹着疑惑在里头如果全信没有丝毫疑惑，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真的能帮助我们断烦恼消业障因为这一句名号就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里头没有烦恼，没有业障如果我们真正相信世尊常常说的这句话，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句话非常重要，是修行人最高的归处，我们所依靠的。你看佛叫我们把念头，负面的念头统统放下，提起最殊胜的念头，一切法里头无比殊胜的念头就是阿弥陀佛，这一个念头提起来了，其他所有念头问题全解决了，所以他真的能消业障，真的能断烦恼，不用这个方法消业障断烦恼都断不干净古人所谓藕断丝连唯独念佛了，真断干净了这么好的法门，这么容易，这么简单，这样大的效果，问题就是人不相信，信了他还有怀疑怎么知道他有怀疑呢？就张家大师的标准，你还没有真念，你真念呢，你真的相信，你真的不怀疑了没有真念呢，那就有怀疑，信心不足张家大师这个标准好啊。我们以前没有听到，总以为自己很信了，我很信佛了哪里知道还有怀疑在里头。对。99%的信还有1分怀疑，那都不行。
那都起障碍。啊，完全没有怀疑的人太少了，那个人决定成就。啊，现前的样子跟普通人就不一样。啊，也就是一般烦恼习气，他非常轻。习气现前时候，他很快就觉察到。古来祖师所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他觉得很快。啊，普通人发作了，他不觉，一直放，一直去放，去放。啊，他觉得快，对，第一念发作，第二念，他就归到佛号去了。啊，归到佛号是圆满觉。这跟八万四千法门不一样啊，八万四千法门觉了没有归到佛号，那个觉不圆满，唯有归到佛号就圆满了。啊，第一念是妄念，第二念是阿弥陀佛，这都殊胜了。啊，所以疑就叫做不了不可称知，你对佛不可称知，不了解，啊，对佛知不了解，佛不思议知不了解，不可称知不了解，啊，下面讲到大乘广智，这个广智对法门说的，啊，也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全通达了，是不是学？不是学。如果学，永远不能通达。啊，不需要学的，叫你开悟，叫你见性，见性全通达了。啊，这通达了无量无边法门。知之穷尽的，穷是彻底啊，尽是尽之遍之，没有一样漏掉的。啊，为什么？一切法从自性生。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事出世间一切法，心现、心生，这个心就是自性，就是真心。你见了性，你明了心了，心所现的、心所生的，哪有不知道？啊，这个例子非常鲜明，但是呢，很多学佛人疏忽了，包括学经教的人也疏忽了。你问他，他知道了；你不问他，他忘掉了。最重要的东西，健忘。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个例子。啊，你看他19岁离开家庭，把荣华富贵的生活抛弃掉了，王位不要了，啊，妃子不要了，小孩也不要了，他真能放下啊，去过苦行僧的生活。谁能做得到？
这个世间除了释迦牟尼佛之外没人能做到啊！别人争啊，求啊，去抢啊，唯恐得不到啊，他得到手都不要了。这什么意思？他觉悟了，他明白了，这些东西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不舍弃这个东西，他就造业。造业来生就是三恶道。啊，佛看得很清楚，很明白，所以他丢掉这个东西，是把三恶道丢掉了。这是三恶道的因啊。啊，因灭掉了，果就没有了。这是真实智慧。啊，离开家庭到外面求学。当时印度所有宗教他都去参学过。还有一种派。啊，都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啊，这些大哲学家他都亲近过，到处参访12年，啊，那么12年大概是印度所有学术都参访过了，再没有地方了。啊，这个参访如果不放下，这叫所执掌，那个王位啊，这个富贵，这个东西是烦恼障。19岁啊，烦恼障放下了啊，30岁这一年不再参学了，把所执掌放下了啊，在毕波罗树下入定。毕波罗树现在我们称它做菩提树。啊，因为佛在这个树下入定，大彻大悟。啊，什么叫大彻大悟呢？把三大类的烦恼通通舍掉。啊，我们说的明白一点，19岁离开家庭，执着放下了，见思烦恼放下了，30岁菩提树下入定，把参学是广学多闻呢放下了，那就是分别放下了，尘沙烦恼放下了。啊，入定，起心动念放下了，这就开悟了。啊，障碍没有了，障碍没有啊，自信就现前。啊，自信现前，自信的德用当然现前。德用是什么呢？我们这里讲的5种智就是德用。啊，第一种是体，另外4种是作用。啊，这是自信本具般若智慧。佛在华严上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像这一句。啊，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五句话当中有一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说这一句。啊，在我们这个经上就是5种智。啊，自己本有的障碍去掉了，全现前。啊，全现前是个什么样子呢？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就这个样子。
啊，所以这个说法不是自己的思想，他没有思想，他没有学术，啊，完全是自性里面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啊，别人有问，自然就回答，不通过思维，这是真智慧呀。通过思维的落在第六意识，那从哪里流出来？从意识里头流出来，意识流出来是凡夫智慧。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佛菩萨的智慧不一样，自信智慧流露出来智慧绝对没有错误，第六意识流出来的时候可能有错误。啊，我们今天可以用这句话来鉴别。第六意识流出来的知识，自性流出来的是智慧。知识跟智慧不一样，不是一个源头。啊，所以佛能说一切经。佛能为一切众生解决一切疑难杂症，推这个本事啊。那么在中国很难得啊，这当然是如来在中国实现的唐朝六祖慧能大师，那是如来在中国实现的，凡人做不到啊。啊，这个实心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能大师在没有接触佛法之前，是一个醇厚老实的孝子，生活待人接物都是用真心用诚意啊，没有接触佛法之前，用中国学术的话来说，你在他身上看到各无致知诚意真心，这个四门他做圆满了。虽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悟性很高，啊，圣贤经典，别人天天念不懂啊，他一听就懂。啊，这是领悟的能力强啊。啊，所以能够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啊，五祖跟他讲《金刚经》，我们要晓得没有经本。慧能不认识字，要经本没用。讲《金刚经》的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大概全经差不多四分之一。啊，讲到这个地方，他就开悟。这个悟是彻悟啊，不是小悟大悟，不是的，彻底开悟了啊，说出这五句话来，那就是
说明他开悟的境界。他悟的什么？明心见性，性是什么？这五句话形容自性。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自性是清净的，没有染污。换一句话是，在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是你自信，是你本有的，不是从外头学来的。只要把障碍除掉就行了。这个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一定要知道。修行用功夫，用的什么功？就是把这三种障碍除掉，这叫功夫啊。这个东西除掉就成佛了。六道里头人没除掉，三种去除，诸天也没除掉。高层的天他修定，定能控制，能扶住他，暂时不起作用。暂时没断根，这不究竟。不算成就。成就一定要修复。不修复也行。你只要懂得佛所讲的方法，你能够依照做，你没有老师也能成就。这佛法妙啊，佛法广大了，佛法本身没之处啊。我不跟释迦牟尼佛，我能把妄想分别执着通的话，也成佛了释迦牟尼佛承认的。不是不承认的。不是说你非到我这儿来才能成就，不到我这儿不能成就，不是。通通能成就，这多高明啊。我们修的什么？记住，修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觉悟不要去理会它，理会它永远不会修。只要清净平等到一定的程度，自然就开悟。这功夫就是在清净平等。果德就是大彻大悟。大彻大悟是觉。所以经题上这五个字，清净是下乘，声闻缘觉，平等是大乘，是菩萨，觉是成佛了。在经体上。修因，修这三种因，果报会现前。果报是什么？这个经体上面大乘无量寿庄严，这果报。我们看西方极乐世界，医报正报，充满了智慧，大乘是智慧，无量寿就是德能，庄严是相好，极乐世界，不可思议的。智慧、福德、庄严，福德是无量寿，全是自性
出来的，不是阿赖耶。那阿赖耶所现的是十法界，极乐世界有，他有凡尘同居处。啊，但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凡圣同居图里面你所看到的跟十宝庄严图没有两样。啊，你看到这里的人，人身法性身居住的地方是法性土，跟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啊，设法界里面所居住的地方，除了空居天之外，地居天都跟我们这里环境相似。啊，居住的这个星球随着居住众生意念在起变化，它是无常的，它不定的。啊，居住的众生念头善，这个地方好；念头不善，这个星球慢慢的它就产生变化。啊，这个变化呢，大地松散，啊，地库起大变化，最严重的这星球爆炸了，啊，地球就这个星球没有了，这个事情几乎每天都有。在天文望远镜里头每一天能看到，啊，太空当中很多星球没有了，消失掉了，也有很多地方新的星球生出来了，出现了，这叫尘住坏空。啊，所以尘住坏空啊，在天文里面，天文望远镜里面能看到。啊，这个天空这块从来没有星星的，哎，突然发现一块星星，那就是一个新的世界成立了。成，啊，住，啊，外头产生变化了，到最后爆炸没有了，就灭空了。啊，佛说尘住坏空啊，在今天天文望远镜上证实了，看到了。啊，人有生老病死，生跟尘住坏空啊很相近啊。啊，这个人出生的就是尘了，在这个世间住几十年那住啊，到最后生病的时候就坏了，啊，死亡就空了。啊，一个道理，换个名称。对于星球叫尘住坏空，对于我们人呢，那叫生老病死。啊，对于这植物呢，叫生住一灭。啊，通通叫无常啊，无常就不是真的，是假的。啊，只有诸佛菩萨，他能够知道，当体即空。不要等他尘住坏空，哦哟，才知道他是空的。现在面对着目前，也知道他是空的。啊，知道空的有什么好处呢？不起心，不动念。啊，起心动念呢，不空了。啊，所以为什么把假东西当作真的？道理就在此地。啊，我起心动念，
就把假的当真的了，把假的当真就叫做造业。啊，业有三类，有善业，有恶业，有无忌业。无忌业是说不得善恶，啊，他造了，不能说善，也不能说恶。啊，造作不外乎这三种啊，我们天天都在干呐。啊，那么现在人所做的不善的业多，不善的业重，善业很少。啊，诸佛刹土，特别是十法界一真庄严，有善有恶。啊，全都是念头啊，善不善所变现的。啊，所以起心动念太重要了。所有一切果报啊，全都是自作自受。这个地方公平到基础。你看，你如果能够知道事实真相，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这就成佛。你在世间过的是佛的生活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间啊，过的是诸佛的生活，我们看不出来。六祖慧能大师过的也是诸佛的生活啊，中国历代祖师当中，真正开悟了的、见性了的，没有一个不是过佛的生活。啊，所以他自在，他没烦恼，他没有业障，他住在世间，充满了智慧。啊，德行相好，有时候我们粗心大意，看不出来。啊，细心观察，慢慢就发现了。这个细心，就是清净心。平等心啊，用佛法的术语来说，就是禅定啊。禅定大家一定要记住，不是盘腿面壁闭住眼睛那叫禅定，那也是禅定，那初级禅定啊。刚刚学是要从这里开始啊，真正禅定功夫成就了，行住住坐卧都是禅定啊，他坐在上是禅定，走着路也是禅定，跟你说了话还是在禅定。就像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教学49年，他在禅定当中。怎么叫禅定？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啊，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而做得非常圆满，做得一点缺陷都没有啊。这什么叫自性流露啊？性德显现没有一点造作，所以他不造业啊，起心动念就造业了，分别执着就造重业了。于是我们就明白了，
什么叫修行？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先学不执着，真修行啊！不执着修成功了，再进一步学不分别啊！不执着是阿罗汉的定，阿罗汉辟支佛啊！不分别呢是菩萨的定。比阿罗汉高，阿罗汉不执着有分别，菩萨不分别当然没有执着啊。再提升如来的定，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我们修行地方叫道场。我曾经问过大家，这电视是不是道场？里面所演的五花八门，你面对着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电视就是道场。你修什么？你修如来心，修一乘法啊！天天看电视，看个一年半载，你成佛了。这就是说明，无有一法不是佛法，没有说不包括电视。你要不会修的，那个庄严的大庙啊，大寺庙，大雄宝殿里面啊，塑造的佛菩萨形象，那地方也不是道场。为什么呢？你在里头分别执着啊。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教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这句话说得好啊，我没有听别人给我讲过啊。可是我住在新加坡，新加坡的纳丹总统啊跟我说过啊，我跟他很熟，我们很多次见面，这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他没当总统啊，那个时候他是新加坡驻美国大使，刚刚从美国调回来，回来的时候竞选总统啊，还没当总统，跟我在一起吃饭，我们两个坐在一起啊，他告诉我他是印度教，他我最佩服的是佛教，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他说出这句话跟张家大师讲的一样。这个人是内行人，不是简单人物啊。他做的总统时间做得很长啊，前两年才退下来啊。做总统期间，我们曾经有很多活动他都参与啊，所以像这些重要的开始，我们要掌握住，重实质不重形式啊。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形式都变质了，学不到东西啊。所以我非常感激方东美先生告诉我，佛法在经典里面，不在寺庙。那为什么寺庙人不学了，只搞形式啊，没有实质啊？实质是什么？实质是放下，是看破啊。看破就
了解事实真相啊，真正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是智。你能这样做，你没有离开佛的大道场。啊，这是究竟了义一成道场。啊，有小乘道场，有三乘道场。啊，这个是究竟了义一成道场。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是一成了义大道场。这我们也知道啊，啊，这是讲到法门呐、啊，知之穷尽，故名大乘广智。啊，念佛往生为大乘广智所感，感是感应，大乘广智。能感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是能因感应道教啊，所以一事故由你怀疑的，这就叫不了大乘广智啊！你对于大乘广智不了解，你迷了。无上无等无伦最上甚至者未分高处啊，这是转阿赖耶识大圆净智的意思啊，这到究竟圆满，所以最上甚至啊，今此念佛往生为无等无伦最上甚至所发了。发是什么？发明显现出来啊，一事故你对他怀疑，这就叫不了无等无伦最上甚至。到这个地方，这都是慧疏里头所说的，说上至三说。互相发挥啊，上面讲的三种说法啊，经言书简书其要，他讲的简单扼要啊，中要呢广言其意啊，把这五种智的意思都说出来。会书里面呢，不但把意思说出来，最后回归净土啊，所以念老把这三个说法统统抄在此地，给我们做参考啊。这三个说法我们统统看之后，解释就清楚。啊，我们自己要到这些书里去查，难啊，那费多少时间呢？啊，你才能找到啊！啊，他不容易，他花了六年时间，啊，每一本书对照来查，啊，再把它抄起来放在一起，
啊，成为脊柱，啊，提供这么多参考资料给我们。对于我们理解无量寿经做出最大的贡献。啊，经云以疑惑心以不能信了佛智故生疑惑疑有四疑疑下广释坛峦圆晓峻地并兼取景星等注思经义简化其文字而综述之。这一段尤其是难。难能可贵也。啊，他能做到变成非常的可贵。我们能不读他吗？能不要他吗？这不要他的时候，如何能把我们的疑断会断除呢？啊，我们能把这些人东西废弃掉，这是学习的好态度吗？佛门里有啊，哪一派呢？禅宗。禅宗主张，初学主张不列文字，不准你看经，不准你听讲啊，让你参究，等到你大彻大悟之后再看经啊，再去研究教理。啊，那我们有没有能力大彻大悟？没有能力，不能走禅这条路，得走教下。啊，教我的三个老师，他们没见过面。啊，可是三个老师都用同样一句话，同样一桩事情警告我。不能修禅啊，肯定我不失禅宗的根性啊，禅是上上根人，我们的根性那是中下了，上都够不到啊，上上那更遥远了啊，不是上上根人，不适宜学禅。啊，这是早年我喜欢读六祖坛经，看禅宗的语录，三个老师提出同样警告，叫我不要看这个东西。啊，李老师叫我学教。方老师叫我学法相为师。啊，李明南老居士叫我学净土。啊，叫我学印光大师。啊，张家大师叫我出家学释迦牟尼佛。
啊，所以大乘里头，禅难，密也难。啊，密是三密相应的，真正清净平等觉，那不是假的。啊，我们看下面念老所做的综合的开始。啊，或者今天一般学术上他做的报告。啊，佛法有恭敬心成为开始。他有四段。第一，业者不信不思一致，故以但念阿弥陀佛未必得生净土。这个疑惑的人很多，所以念佛人还要加上经，加上咒，加上密，要加上一大堆。为什么呢？怕单念阿弥陀佛靠不住，这就怀疑啊！啊，你看一句话就点破了。啊，不知，不思议之，有大威力了。非思量所能及，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一切万法无非自利他利，自是他是，千变万化，无量无边的，这是事实真相。华严经上一句话，念老说这么多。啊，华严经上一切万法，无量因缘成就。啊，这个地方也是说无量因缘，说得更清楚了。啊，无非自利、他利。啊，自利是因，他利是缘。没有自利，他利帮不上忙。你自利强，他利也强；自利弱，他利也弱。啊，坚强信心，念佛求生净土，我们那个心坚强，佛家的力量也坚强，不但阿弥陀佛加持你，一切诸佛都加持你。为什么？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我们发心成佛，一切诸佛都欢喜，一切诸佛都来帮助我。一点都不假了，自学，自己摄取，摄取的是法门。我们今天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我们摄取净土宗的持名念佛。一切经教呢，我们摄取经中的无量寿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个样的心是定的，
啊，完全符合世尊在大小乘经里的读书，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啊，我们要把心放在一处，这个力量就大了。心要分散，又想学这个，又想学那个，这心力分散。啊，分散就差很远。啊，老成决定有大成就。啊，那么从近代这些大德我们能看到。啊，印光大师的成就。老一代的。啊，我们上一代。无论是学哪个宗派，哪个法门的这些大德，出家在家，提起印光法师，没有不尊敬的。二度会称赞，近百年来，啊，最近这一百年当中，在佛法里的成就的，他是第一人。啊，可是我们知道，印光法师七十岁之前，没人知道他。啊，他住在普陀山藏经楼，啊，常住分给他的工作，他管理藏经楼，啊，也就是寺院里面的图书馆，啊，他管这个。所以他有时间念佛，他有时间看经，啊，在藏经楼三十年不出门了，真的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啊，专修念佛啊，求生净土，没人知道。啊，到七十岁这一年，有一些学者、大学教授到普陀山去游览，啊，现在讲的观光旅游，啊，遇到了，跟他一交谈，就得这个和尚。跟一般和尚不一样，他什么都懂。啊，无论是佛法、儒家、道家，你就问他，他都能够给你解决问题。哦，这些人遇到之后非常欢喜。啊，把遇到这个事情写成文章，在杂志、报纸上发表，他的名出去了。啊，大家才晓得普陀山有这么一个高人，啊，到普陀山参访的人就多了，啊，以后他离开普陀山，啊，到苏州楞严山寺就闭关了，因为他乡音很重，他是陕西人。啊，在南方说话很多人不懂，所以他不能讲经，啊，讲经人听不懂，啊，一生大概只讲过一次，开始护国西斋法会在上海，一共八天，他的讲演有七天，最后一天给大家做三皈依，三皈五戒的开始，有一个小册子，老和尚一生公开就这么一次，啊，多半呢书信往来，啊，学佛无论在家出家，你有疑难杂症，
你写信提问题向他请教，他给你解答。那么这些书信呢，就是今天的文钞啊，印光大师的文钞。啊，这文钞是大乘广智啊，真正显示了印祖智慧显现的，没有问题把它难倒的啊，有问必答。啊，我们读了文钞之后啊，此地讲的五种智啊，你看印光大师都有。啊，主张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印祖一生的为人，表现出榜样，实际上就他老人家讲的16个字四句，那就是印光大师啊。他说顿伦精分，贤邪存诚，这两句是世间法，教你怎么样做人啊。后面两句幸运持名，求生净土，这是出世间法，劝你做佛去啊。这个四句话能救世界，啊，顿伦，伦是什么？悟伦。啊，顿是顿悟，啊，我们要用真诚的爱心，啊，悟是有亲爱的意思，啊，真诚的亲爱，把五伦做好，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样事情做好了，家齐国治，天下太平。啊，尽分是人在世间，尽自己的本分，就是圆满功德。我在哪一个行业尽自己的本分啊，不要干涉别人，个人把自己本分事情做好，互助互助，社会和谐，天下太平啊。那我们今天这个行业是教学啊，释迦牟尼佛一定要知道他是教育。开悟之后，这30岁一生教学，从来没有哪一天缺课的。啊，一方面教学，一方面接受别人来提问，啊，帮助大家解决困难。所以今天特别小城许许多城都是一些生活上的琐事，遇到困难向他请教啊，佛都教他啊，好像他什么都懂啊，包括治病，这大藏经里有啊，得病了怎么办啊，佛教才念咒
啊，你好好的去念呢，那个病就好了，真好了。啊，这不是什么神奇，不是神通。啊，佛懂得一个人身体整个身体的结构。啊，病是什么呢？你这个器官血脉啊不通了，有障碍了，这病从这起来的啊。所以中国古老的用推拿用针灸把你障碍的话打通，恢复正常，你问题解决了啊。而佛有办法的时候用音声啊，所以那个咒的时候一定要亲自传，你照他那个念，用音声震动那个部位啊，把那个地方障碍的时候让它通达啊。那个咒是什么意思都没有的，就是那种声音它到哪一个部位发这个声音呢，是让它震动啊，这个是艺术里非常高明的啊。那么都记载在大藏经里，我们现在念不管用，念的声音不对啊，一定要口传。所以这种用音声治病，就是用咒语治病的时候，唐朝还有，这历史上有记载啊。唐朝这些密宗大师给人治病用这个方法，它有道理的啊，用音声，自己发的音声震动某个部位，让它恢复正常啊，不是迷信的啊。现在的话说有科学根据啊，释迦牟尼佛都知道啊，所以智慧是真实的。啊，我们要以真诚心在佛法当中啊去学。啊，最重要的，自己学到之后要真干。要用在生活上啊，你看这个无论印光大师这个无论更能尽分啊，尽自己的本分，把它做到尽善尽美，你的功德就具足了啊。行邪存诚，这是做人基本态度，无论是法佛法这四个字做不到，你会失败，你不会成功啊。行邪，邪是什么？邪知邪见啊，最怕的是邪邪。邪是防止啊，就是防非止过，防非止过就是戒律的精神啊。心邪存诚，心里头要存真诚心啊，真诚心是菩提心的啊，无论在家出家，不管学不学佛，对人都要真诚啊，要真诚，要恭敬啊。印光大师他做到了，他一生真的是，这个十六个字很像他。
这个是世间法。说世间法，性愿持名，不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八个字浓缩成四个字，一欧耶大师告诉我，真心真愿就是心愿，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心愿持名，持名就是这个经上讲的一向转念。那这往生净土条件具足了啊，莫后求生净土啊，这十六个字是印光大师传心发要。真了不起，这是末法九千年修行的难真呢，之难真呢。你依照这个方法去修，你绝对不会走错路啊！啊，二十多年前。80年代啊，我在美国跟黄念老见了面之后，他劝我在国外建立金宗学会，告诉我这是夏老的意思啊，夏莲老就是提出金宗学院这个构想，实际上就是过去的莲社啊，莲社一般人呢都说的是宗教迷信，这个名字叫学会。我听得着很有道理，所以在美国许多城市讲经劝大家组成金宗学会，就在美国跟加拿大，那是有30多个会。啊，我给金宗学会写了个缘起。啊，缘起里面提出修行五桩事。啊，不要搞多，多了大家记不住。越简单越好啊！我们修行修什么，就修这五样东西啊。第一个，最高指导原则是敬业三福啊，观无量寿经上佛说的啊，三条。第一条，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是人天法了，这不是佛法。做人要做到这样子，人做好了才能学佛。啊，人没有做好，不能学佛。就这第一条啊，第一条我们就落实到三个根，就是最近十年落实到三个根，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后面修十善业，这儒释道的三个根从这来的。那么有这个根呢，才可以学佛啊，所以第二条呢是佛法了，孝真
啊，第二条只有三句：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你看，你要布施，具足十善，你没有条件去接受三规。啊，那现在的三规都是名字三规、戒缘三规，三规传说呢做不到啊，没人做到啊。啊，戒个缘吧，阿赖耶识六个种子，什么时候发芽？那难说了，啊，可能不在这一生。啊，第三条呢是大乘菩萨，四句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劝进行是化他，你看一共十句，啊，十一句啊。前面十句都是自度，最后自己成就了要教别人啊，劝进行者是要教别人啊，这是我们最高指导原则啊，他真干才行啊，不真干没用啊。啊，真正将儒释道三个根落实了，从哪里做起？从六合做起。啊，修六合敬的，六合敬里头的见合同解，这个就是建立共识。共识就是用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是我们的共识。啊，那换一句话说，共识落实在生活，一定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做到。啊，真正做到了，就是戒和同修了。这个戒就是六合敬。啊，这个六条。啊，见和同解。戒合同修，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力同均，统统可以做到。啊，所以要懂得跟大众相处，跟大众相处不和，这不是佛法。啊，你纵然学的再多，所学非所用，你没用上啊！和要记住，我跟别人和，不要求别人跟我和。六合敬慢慢能感化别人啊，要用时间，要用真诚心去感化啊，如果要求别人、强别人的时候，这做不到的，别人起反感。啊，这三学，三学是学学佛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决定不能疏忽。应接得定，应定开慧，不能劣等。所有不能成就的都是没有按照这个顺序啊，把戒律丢掉了，专门去学习经典，经典讲的天花乱坠，著作等身，自己没做到，变成什么？变成学术，就是佛学啊，本来学佛了，最后走上佛学的道路，偏差了。
啊，这一篇它跟名利挂钩了。啊，那么这种修学的再好，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行善积德也是人天福报，不能忘记。这个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三学绝对不可以疏忽。啊，那么来提升六度。啊，最后六度都能做到了，学普贤菩萨誓愿，把自己的心量脱开。啊，跟极乐世界完全相应。普贤誓愿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那四十八愿展浓缩就是十大愿望。展开十大愿望，展开就是四十八愿。啊，所以净宗跟普贤关系非常密切。本经第二篇得尊普贤。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世界，啊，我还听到有人说下莲居老居士普贤菩萨再来，啊，不是佛菩萨再来，不可能汇集成这样圆满的一个经本。啊，这是末法众生还是有福，啊，才能得到这个本子。啊，没有福得不到啊。啊，那么净宗学会成立了，这个缘起大家都看到啊，希望我们认真努力，用这五条规范我们行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决定不违反。啊，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一定从这开始，这就持戒。啊，逐步在向上提升。如果基础没有，提不起来，决定是假的。往上升只是知识，知识。啊，知识不能算是学问。啊，不可以把佛法变成世间法。啊，这个是错误的。所以自舍他舍了，首先要讲自舍了。啊，我们自己舍去，才能够得到啊，诸佛菩萨加持，是千变万化。无量无边的暗得以凡夫有爱之情时，以彼如来无爱之妙法。这一句话语重心长啊，为什么现在就有不少凡夫用他的情识来批评佛法，来批评别人修行啊，特别是这个汇集本啊，古时候
有批评的，没有看到像现在这么严重，这么普遍。那么这些批评的文字有人送给我看，我没有看完全，看了一看我就晓得了，我统统放在韦陀菩萨面前。韦陀菩萨是贤杰第一护法神，请韦陀菩萨处理，我不问这些事情。我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全世界的人反对汇集本，我受持，我不反对，我受持。为什么呢？我学佛这么多年，而且一直都在讲经。我对这个本子有认识，这是自力。第二呢，这个本子是老师教给我的。教给我的时候，当时我就想讲这部经典，还印了3000本。那一年正好韩馆长50岁生日，我说你发心印3000本，我讲一遍给你祝寿。书本印好了，到台中去见李老师，把这桩事情向老师报告。这是老师在世，我们有任何的想法做法，都要报告老师。征求老师的指示，老师一看说不行。我说为什么？这书都印出来了。他说这个本子议论的人很多，尤其是这些老法师，你年岁太轻，学佛的时间很短，恐怕人家一批评你招架不住，你还是讲别的吧。所以我们就改讲楞严经，这个就没有讲了，把这本子收起了，一直到李老师往生，那时候我在美国。这本子又翻到了，所以印了10000本，因为这个本子很多人没见过，老师没注的本子，纪念老师，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老师，这本子海外流通，每一个人看到都欢喜，找我讲。所以我们讲这个本子第一次是在美国，在温哥华，在旧金山，这两个地方讲的，可是听的人呢，那个时候有录音带流通，大家都欢喜，所以老师往生之后，这个本子我讲了10遍。遇到黄念老之后，他把这个注解送给我，送给我是原始的本子，油印的，油印大字。字都不很清楚，但是能看得出来。
很难得，很不容易。啊，有因我们知道，分量不会多，因为蜡纸100张之后啊，蜡纸就模糊了，就不能用了。所以我估计它顶多只有100多本，不会超过150本。啊，那么这个本子以后他又修改过，当时我看到很喜欢，我问他：“你有没有版权？”有版权，那我就自己看看参考参考。如果没有版权，我说我就把你翻印流通。他没有版权，还要我写个序，要我提字，我都照办了。啊，所以在台湾印了10000册，对，第一版就印了10000册，精装本。啊，他看了很欢喜。啊，现在这个本子在世间流通的，那就不晓得有多少了，到处都有印。发现的人多，印送的人多，读的人多，学习的人多。啊，虽然有这么多批评，但是这些人没有改变。啊，我带头啊。啊，我要一改的时候，那影响太大了。啊，但是我要一改，真的罪名就落实了。啊，净空法师背死他道，那这是真的罪名。啊，我只要这一本子老老实实，一生不改变，一遍一遍的学习。啊，现在年岁大了，其他的经不讲了，来不及了，交给后人去讲去。啊，我往后活一年讲一遍，一生就讲这一部经，就念一句阿弥陀佛，目标就求生净土，其他的什么都放下了。啊，这些真意我都委托。啊，委托菩萨去处理。啊，我再不管这个事情。啊，那么关于这个无量寿经汇集的问题，最近国内我看了一份资料，幻珠大文解释得非常清楚。那如果看了之后，也是有一个人对这个汇集文呢，听人家批评呢，他信心动摇。啊，向这位法师请教，法师详细给他解答，他这个疑虑啊化解了。啊，真正发心呢，一教奉行，这很难得。啊，如果对这个汇集本有疑问呢，看看这一篇东西有好处。所以我们凡夫真的是有爱的侵蚀，这个呢很麻烦啊，怀疑比如来无爱之妙法。啊，慧集是真正求学最好的一种手段。啊，他不是凭自己妄想造成的，不是的。啊，我们看极乐世界，
五种原译本里面都有，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四十八愿从哪来的？是汇集而来的。啊，阿弥陀佛在因地没成佛之前，在因地时候过往，闻法欢喜，舍弃过往呢，发现出家了，跟着佛出家了。啊，佛给他起了个法号，叫法藏，叫法藏比丘。啊，人非常慈悲，有智慧。啊，他看到十方世界，一切佛刹里面的六道众生。太苦了，太可怜了。发大誓愿，想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早日成佛。啊，向老师自在王如来请教。啊，佛并没有教他什么方法。佛只教他到十方诸佛世界去参学。啊，用现在的话说，到十方诸佛国土啊，去考察，去调研。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建设你自己的道场。啊，他听话。用了五戒的时间，这时间长啊。五戒的时间呢，把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他都去看过了。啊，不好的地方统统不要，好的地方摄取，就是采纳。啊，最后做成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四十八愿，所以四十八愿是汇集的，汇集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美好精华。啊，那么极乐世界的建造就依这个做蓝图，依这个做依据，极乐世界成就之后超过一切诸佛刹土，那当然超过啊！一切诸佛刹土的好的啊长处，他那里全有；缺点，极乐世界找不到啊。所以，极乐世界是汇集一切诸佛刹土美好之大成。啊，那我们再看华严，善财童子一生成就圆满智慧，怎么成就的？五十三参，五十三参就是参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去考察、去调研、调查研究。啊，好的东西都采取，不好的东西都不要。啊，成就他究竟圆满的厚德智。啊，在文殊菩萨会上，他得到的是根本智。根本智是无知，般若无知，根本智是无知，就是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得到了，你看，文殊菩萨就叫他去参学。五十三参啊，啊，五十三参代表什么？代表这个社会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你统统接触。啊，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死。”啊，每个行业男女统统接触。啊，你看好的地方你学，不好的地方改正。
这都是做集大成的工作了。汇集是集大成啊。那不汇集怎么成就啊？关到门自己去想，要闭门造句，孤陋寡闻啊，这不是求学的态度啊。啊，求学广学多闻极长取得这个舌短呢、啊？啊，借取人家长处啊，舍人家的短处啊，这是成就真实智慧。啊，所以对于如来，对于菩萨，他们的参学，我们知道太少。啊，如果你真的明白了了解了，你就晓得他们所成就的是真实的真实的学问啊，不是自己闭门造句去想象的啊，真实智慧啊。方东梅先生读到五十三参，佩服到基础，告诉我真正的学问是这样成就的啊！你读的这些东西一定要真实，没有通过实验不是真学问啊，那是道听途说。所以中国古人提倡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上把所读的书都真实啊，这是科学精神，通过检验啊，检验要真实智慧啊，不是自己随便去批评啊。下面举比喻说，岂知一面之镜，能显万象。啊，这是举比喻，一面镜子不大，照到外面的现象，现象全都在镜子当中。啊，千年即心，一火烧尽。啊，心的柴火堆积在那里，一千年累积的很多了，可是一把火能烧尽这个我们能理解能相信不怀疑啊，故智心一念成名，关键在智心，智心是真心。什么是真心？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叫智心啊。一念，本经告诉我们一向专念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这样的心去念佛，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念一声佛号就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圣念必生，又何足意啊？生念必生是阿弥陀佛说的，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的报告啊。
释迦牟尼是为我们转述啊，所以第六品不是啊，不是释迦说的，是阿弥陀佛说的。啊，临终一念十念必生，跟这个比喻没有两样，劝我们不能怀疑，怀疑对我们自己的损失太大太大了。啊，这一生能不能成佛，完全在信心。欧耶大师在《弥陀要解》跟我们讲了六个心呢。啊，第一个就是信自己。啊，信自己，信自己本来是佛。啊，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信自己本性本善，这是先决条件。啊，教学理论的依据才是的。啊，如果不信，什么都学不到。啊，剑桥的麦大伟教授在香港访问我。啊，我跟他讲，中国古圣先贤有教育，最高的指导原则。他问我是什么，在哪里？我问他《三字经》有没有念过，他是汉学家，四书三字经都能背诵。我说就是《三字经》前面的八句啊，是我们老祖宗世世代代啊，教育的最高指导原则啊，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啊，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一定要相信人性本善啊。为什么要教育呢？要不教他，三字经上说了，性相近习相远啊，性相近善啊，本性本善啊，每个人人性都本善啊，不是习性不善啊。人随着年龄长大，慢慢的习性养成了，习性如果超过本性呢，麻烦就来了啊。所以教教学这个动机就生起来了，苟不教心乃迁，你要不好好教了，愈变愈坏啊，到今天不可收拾啊，没人教了啊。现在也有人教，比过去还厉害啊。谁在教呢？电视在教，网络在教，哪个人不接受这个教育了？天天都在受这个教育啊！电视、网络叫什么？叫杀盗阎王，完全教习性，不教本性，他回不了头了
啊，所以教育的目的没有别的，如何让习性呢回归到本性？啊，教育目的在此地啊。啊，不能回归本性，那就全盘失败了。教之道贵以专呢、啊。啊，我很感谢麦大伟教授。他邀请我到伦敦去。干什么呢？办学。他都给我想好了。啊，办个大成书院。啊，要我去主持。这个书院属于剑桥大学，很诚恳的，我们谈了6个小时，我非常感谢他。人年龄大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啊，再说，你们学校这些制度框架加在我身上。我不能教啊，啊，所以他才问起，那你用什么方法教？我就讲中国有古老的方法，就是《三字经》8句话，他都搞懂了，搞清楚了。我说教学要一门深入，要长时熏修，啊，中国自古教学。绝对不能让学生同时学两门功课。为什么学两门功课他分心，时间精力都不集中。啊，现在你们学很多可以，为什么？你们求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求知识很多，你一天开什门功课都可以。知识，智慧不行，智慧是清净心。啊，好多门功课头脑就乱掉了。啊，知识这一点晓得那也晓得，心定不下来。中国这个教育是要把心定下来。啊，从小就要养成日行一处。啊，所以中国这个教育，小学同盟启蒙教育，教小朋友念。念这些45经经书，啊，所以一般人反对，小孩什么都不懂，你怎么教这些东西看？殊不知，用这个本是手段，目的不是教他记的，不是教他懂的，教他干什么？天天念这个，他就不会胡思乱想，修清净心啊，是这个意思啊。至于他能够把东西记住啊，那是第二个的副作用，那不是真的。真的是让小孩恢复他的清净平等觉，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在这个童年，保持他的天真烂漫，啊，不要学这些歪聪明，啊，那个不是好事情。所以古人想的都周到，看的都深远，现在人比不上啊，那是真实智慧啊。所以背书是修定，小孩怎么学？用这个方法，哎，又修定了，心又清净了啊，你看又把东西记住了，这一举两得。但是要找到两德，有宾有主，清净心是主啊，记住这是副作用附带的，那就不是主啊。所以13、14岁智慧开了啊，那个时候上学老师讲解
啊，古人读书乐，不像现在读书好苦啊，读书快乐啊。到讲解的时候啊，不要书本了、啊，书本都背出来了。啊，问你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都知道，背得那么熟。啊，中国古人的书本，他是佛口学精神。啊，他一面十行，每一行20个字，不管哪个地方刻板都一样的，没有标点符号。所以天下不同地方刻的书，问他第几页、第几行、第几，大家都一样。啊，这叫科学。不像现在版本印刷，不同版本，你讲第几行就不一样，这很不方便。啊，老师背过来都会背，学生也会背，所以讲学的时候不要书本，你看多自在啊！啊，你要没有背过的，你就没有资格参加这个讲习，因为讲的时候你听不懂。啊，必须通通背过。啊，讲《论语》，所有听众《论语》都背过，他听的才有味道，那个听的能开悟。啊，看文字分心，都不看文字。啊，叫一心专注，会开悟。啊，无足忍和尚给慧能大师讲《金刚经》，不要经本，不要经本的专注。啊，要经本看似分心。啊，只有专注。某个地方一触动，豁然大悟，就开悟了。啊，中国的方法真妙啊！一般人不知道啊。啊，这个方法是印度、中国都有，西方没这个。啊，西方确实广学多闻，他只懂这个。啊，其他的他不知道。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了。